嗨，大家好，今天淡水新居民邱先生跟邱太太要带大家到老街吃八间美食，大家就来跟着我们淡水新居民吃吃看，我们会吃些什么吧。哎，来试试看这个，哇，刚刚哇，这好大一个，那90块，我觉得，对，哇，好久没吃，以前超爱吃这个的。我是先从 Foodpanda 上面认识他。对，对啊，来觉得蛮不错的。那我们以前很喜欢吃那个公馆的那一家，那家超好吃的，超好吃，这件也很好吃，这件好吃。它的饼很大张。这个哇，刚好看拍一下它在飞饼的那个，没看它飞起来那个样子。然后先吃一口，我先吃哦。好。哦，料满满的，这间超好吃的。然后比那个饼的麦香很够、Q 弹。对，特别喜欢吃那个印度甩饼，因为他们的饼皮特别细致，好甜哦。对啊，哇，久久没吃，真的觉得超好吃的。然后各角度都看一下，有对焦吗？超棒，香料奶茶就是很香的奶茶，但是印度人基本上每天都要喝一杯的。对，那我们本身就很喜欢喝那种各式各样奇怪的香料，我相信这个应该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嗯，对，那你们可以去看那个电影。那个什么香料女王，有一个在美国卖那个啊，印度的哦，对对对，那个卖那个香料茶，对对，那一部电影很好看 ，Next Piece 的，这个真的很好吃，它里面弄的不会很湿，然后脆脆的这样子，然后菜心很新鲜，这样好好吃哦，好喜欢吃这些哦，我也要，奶茶有稍微有调整过，没有这么的香料了。对，它、啊、可能你要喝热的会才会更有那种香料味，我觉得可以，这个可以接受，你可以点一杯，这没有太夸张的那种香料味，大家推荐这一间。好，我们来吃第二间，就在它刚刚的隔壁，来看一下，拿吃的咖喱很好吃，然后旁边这一间卖花生卷冰淇淋，文青味的花生卷冰淇淋，这间好吃，我每次来都会点，我们点个三球好吧？好啊，好。有六种口味，你要什么口味？好，那我们就配三个奇怪的口味混起来一个海盐。那我们要海盐、柠檬、芭乐跟花生。你要花生卷还甜口？花生卷当然要花生卷。香菜 OK 吗？可以。OK。
试试看，这个哇，做的好漂亮哦！这个就是吃下去有文青的感觉，对对，这就是价值啊，价值对啊，它的冰淇淋那个品质一定是有比一般的好，真的真的，它、啊、那个皮也不一样，对，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皮，它的皮感觉那个品质就是哎，跟我们一般吃到的花生卷冰淇淋是有点不一样，你像刚刚那个。他会不会跟隔壁的那个姐我是你烤一张来给我做、嗯、这样这个梦、哦、海盐柠檬很像那个柠檬苏打的感觉，对对，好清爽哦，已经蛮合的，大家想说会很怪，不会，好合哦，第一口之前其实他那个就冰淇淋已经跑出来，然后我就看到上面有很多的那个柠檬皮，嗯，重点是很多人不吃香菜，所以老板在制作之前会先问你要不要，所以不要吃香菜的人也 OK 好吗？嗯嗯、最后它花生也是很温馨的花生味，真的真的就是对，跟你路边买的那种就不一样。对对对对对，好，这一口我要把它直接吃掉了。好啊，好，就结束这一回合。嗯，现在来到一家我们每次经过都很想吃，但从来都在我们没他都在他没开的时候我们来了，你今天终于可以吃吃看了。这个角落很棒哎、欸，它竟然是半露天的。上面焦糖敲碎，再搭配了底下的酥皮泡芙，跟着馅料一起吃。那你要拿着吃，还是要用的袋子帮你拿着吃就好了。好，谢谢。需要多一支汤匙吗？挖下去，挖下去，看看。哦呦，他说要先敲碎。哇，你试试看，你试给大家看，怎么样？一挖下来，我先挖到那个馅料，那它的那个奶味非常的浓厚，但是完全不甜，
然后接着后面呢就是那个焦糖的苦味就进来了，然后再往下挖呢，挖到那个泡芙本体的时候，它是有点像那种可颂那种酥皮的，对，然后空气感就是里面有很多孔洞空隙的，然后它下面有放那个玉米脆片，所以其实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哦，好吃好吃，嗯，这个怕吃甜的人也可以尝试，就是它的它的这个泡芙本身呢、也是没有什么甜味的，所以它整体吃起来是很舒服很清爽的味道，不会想象说啊泡芙那就是甜的要命的东西，很棒的，这好吃耶，秋太说这个超级好吃耶，完全不会太甜太腻，不会说你吃完了之后就吃不下任何东西，然后它里面的环境也很好，有机会啊，吼，坐在里面吃一下，带朋友来不失面子，真的真的真的。您那件要吗？好，谢谢。超好吃的糯米肠，还有这个老鼠肉，其实就是里脊肉，然后软嫩软嫩的哦，这个好好吃。这一间非常有名，60年老店，应该超过了。这个我很喜欢吃老鼠肉，然后第一次吃到那个哇，好软好软嫩，很好吃的。然后这种大肠头啊，其实在台北都好见，就是它很大很粗很肥这样的。然后呢，切成切片，那它的口味跟有一些是花生很多的不一样，它是比较多一点的。焦口感，对，它跟人家不一样。我觉得这边很推，如果经过喜欢吃这种的话，糯米也算是比较软 Q 的。对，外上有的那种好像米还没熟透，那硬硬的。嗯，这个老鼠肉我很喜欢。然后我最近有点过那个猪眼睛，因为他不敢吃，那我一点要吃我就没有点，因为基本上他每一个这种猪的东西都很推，很好吃。嗯，好吃吗？对不对？它的里脊都好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好吃，而且它这个其实一份还蛮多的。对啊。对，因为里脊肉这样子，说真的，比我买有时候鸡胸肉都还多。那要是要吃猪那个鸡胸肉，就来吃老鼠肉就好了，真的。这一份有100多克，100克，脂肪又少，推推推。看一下它的招牌，在这个方向。哦，我现在要去吃一个让我觉得很丢脸的东西。怎么丢脸？我就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虾卷，干脆虾卷住那么久了，然后从小玩到大的地方。那我跟你讲，是更丢脸的。我刚刚听你讲才知道阿江虾卷。好，我们吃吃看。嗯。来一串吗？老板，来一串。脆脆的感觉，这样就好了。我来沾个酱，这个一定要的。反正就都来一点。好，准没错。好，两个从来住淡水这么久，来过这么多次了。从来没吃过这个，丢脸一下。哦，就让秋太来先吃吃看好了。哦，感觉超脆的，很像饼干一样。嗯，有声音。哦，那我们难怪有这么多人要吃。
米脆跟台南不一样，台南的比较像，台南你可以感觉像虾卷，它这个就像饼干卷，就像跟对面结的鱼酥。对对对，其实蛮好吃的，很咸香。对，它是那个虾饼的感觉，摇到后面，那个饼干有虾味。啊，你就吃掉吧。它这个虾卷就是那个饼皮是有虾，有虾味，虾味的，它不是里面这样子，很像炸虾饼，然后里面包一些馅料。对对对对对，原来是长这样子，我们好怂哦。不是，是你好怂，你才好怂嘞。哦，不然我把它吃掉。嗯，这边一直对焦到我。嗯，里面也是虾哎、欸，葱虾对不对？肉肉，嗯，好透彻。人家的虾卷是那种皮，然后包虾子的内馅，但它是很像虾饼，然后包那种肉的内馅。嗯嗯嗯，好，一夹一夹，哇，比较咸一点。所以我要去买个饮料。然后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常常会问，哇，从小都住淡水的人说，哎，淡水有什么好吃的？他们其实都答不出来。不是你问你住那边的地方的人，问有什么好吃，他们一定都答不出来，80%，相信我。所以我不知道虾卷很正常。大家看，东河包子都侵犯到这边来，你看台东，那我要去台东开一个什么阿香虾卷啊？什么阿婆铁蛋之类的，他们有要让你开吗？加盟一下嘛。这个老街里面啊，有一间 Porter， 但 Porter 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是上面竟然是咖啡店，没喝过，改天喝喝看。哦。就我上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有一个人说他在老街这边买 Porter， 然后买 Porter 还送楼上的咖啡，这样太赚了吧？我说 Porter。好，我们绝对不会喝什么阿嬷啊什么的，所以呢，我们喝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保安堂，喝一点就是好像比较清，降火的。青草茶，那我们就来个青草茶。好好啊，来个青草茶。来看一下，哇，这边卖原本是中药行，改成这样子，看来就很想买。漂亮吧，而且他很聪明哦，还卖，就是中药行虽然说在老街不好用，但是搭上卖饮料了，我觉得很棒，我自己每次经过都会忍不住买一个。这是他卖的一些饮料，哇，仙草棒，仙草清凉茶，这是绿高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大杯，大杯，哇，这是大罐吧？然后我们吸管可以喝吗？看一下，我买这一罐110。我觉得是不是要来个吸管？好啊，好啊。OK。看一下喝的，喝喝看。那记得要跟他拿水，可是吸管它都会太那个，它给我们的比较粗，但是其实也是会下去，要注意一下。不是啦，因为我们拍片这样子比较方便，其实环保就不要拿吸管了嘛。嗯，就是中药行会出现的那一种仙草茶，而且哇，好甘甜哦。路边的没那么好喝，真的，路边卖的没那么好喝。后面会回甘哎、欸，真的很回甘。我就又想起来这件味道，这个、延迟为什么我每次经过都会买一杯，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们今天买一罐啊，对。然后接下来去吃一间后起之秀，其实后来也蛮多人拍的，我也没吃过，我好像吃过他以前就是在别的地方的店，就是淡水里面其他，后来才开到这里。就是它啦，广东肠粉，也吃一个看看。车走，小心车走。好哦，好哦。老板可以来一个鲜肉蛋肠粉吗、啊？好，就来一个。可以拍一下吗？鲜肉类用吗？对对对对对。可以请坐哦。好。一定要学吗？没有，他就是好奇啦。对啊。你知道很多人想看做这种东西的。这个手条要快。Jackie。
三包酱油够哈。好，他爱吃你们的酱油。他爱吃，我就多给一包。对，没关系啊，那你不够啦。你也吃吗？啊，我们的肠粉来啦！刚刚都说放凉的都好吃，拿到永和都中和都有人都吃凉的，所以从中和来买。对啊对啊，买回去中和给家人吃这样。哦，刚刚一个大哥说这个放凉的比较 Q， 那如果你要放凉再吃的话，就先不要淋酱。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吃就直接吃吧。对啊，如果你要放凉了之后再吃的话，要记得蒸一下。还是放桌上。对对对对对，好，来试试看。不过他们还是推荐现做起来最好吃哦，看起来真的超好吃的。哦，我们在鸭肉上。嗯。哇。对，超级好吃哎。真的真的真的。看起来真的很 Q。跟和肉质块超划算的。真的真的。对啊，有肉，你看有菜。有姜，嗯，对对对对，而且它满满的，而且很好吃哦。对啊，哇，臭菜很饱了，还是来吃一口看看。怎么样，好吃吗？比很多茶楼的都好吃。真的真的，比那一份100多块的都好吃。然后还小小一份的。那个肠粉的那个米。香啊，哦，那个米的味道很香啊。然后再来是啊，我平常不喜欢吃油葱，可它的油葱很香，没有油耗味，很好吃。真的，它这个拿去那个金星可以卖到两三百啊，没有金星本来一份就两三百。金星可能出它。对对，金星也没有它好吃。这个就是他们这边的那个原始店，那淡水如果有其他家很多都是学徒去开的啊，真的真的，我其他家没有吃到这间这么好吃，超级好吃的。这个辣椒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哦，蒜头哎、欸，哇，那我一定要吃吃看，我一定要吃吃看。朝天椒，哦，朝天椒，不要吃一点点就好。你先吃看看。对，啊，吃一吃。哇，加一点辣，朝天椒哎、欸，很多人都是冲这个辣来的。我刚刚听大哥说了，哇哇。你刚还没吃到的时候就很香哎、欸，就闻到那个香，很好吃、欸。它其实不会太辣，不会，可是很香，很好吃，我敢吃辣。吃辣的对，好好吃这个哦，这一定要加。如果敢吃辣，一定要加。对啊，敢吃辣一定要加。哎、欸，从小到大骗小孩的玩意都一样，只是改成文青版的而已。好了，接下来就吃最后一家了，我来看看是什么了。就是这个白糖桂，北藤桂。哎呀。拍水拍水哦！不会，听到他的东西了。好，那我们就原味铁观音跟蜜得这样子试试看。原味蜜得铁观音啊？对。对。哎。我们等一下可以在里面坐着吃哈。好。这个的话呢，它是台南的小吃。对，有没有吃过台南的？有，我去台南都会吃。真的哈，台南是纯糯米来制作的。啊，到了北部，我们老板觉得纯糯米太软，就像麻糬一样很软嘛，所以我们老板他是加了一点点的再来米，糯米加再来米，再来米本来是比较硬的，所以加了糯米之后，它就是 QQ 的，口感比较好。嘿，口感比较好。你跟台南人说口感比较好，他不同意。但是我们北部，我们就觉得这样口感比较好，对啊。所以等一下你们可以试试看。好。大概3到4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面撒跟铁观音是我们这个品牌比较特殊的，因为外面比较少吃到。对，铁观音的话，它是铁观音茶的，去磨成粉的。那面茶的话，它比较古早味。那这两个的话，它的成本是最高的。它是像铁观音是那个砂糖，就是原味的11倍。那面茶是6倍。哦，对对。所以我们最喜欢客人点原味。我们综合一下。对对。可是我还是希望你们会点到这个铁观音跟面茶，让你们去感受一下。铁观音我们上次吃过，好好吃。对对对。可是有些人不爱哦。
有些人会觉得说有一点点苦苦的，他不爱。哦，我就是喜欢吃苦苦的。对对对对对，台南人爱吃甜的。对对对，真的。台南人真的爱吃甜的。我在台南念书，好吃的翡翠贵哦，可以试试看。我在台南念书，哦，吃到台南的东西真的都甜的，但是好吃。对对 对, 对，台南是真的很好吃。像台南的那个东山鸭头，它也有一点点甜甜的，很甜。嗯，所以我爸他们就住那个附近，真的、哦。所以我喜欢吃英专路这一家的那个东山鸭头。哦，那个很有名，那个很好吃，排队要排一个小时、欸。真的真的。对啊，然后那个我去吃了之后，哎、欸，有台南的感觉，还不错、嗯。它也是比较甜甜的，好吃。对啊，所以跟门面有差。第一印象。对。这是台南的小吃，叫翡翠贵。哎，素的呀，素的，这是素的、啊，对，所有的东西都，这个东西配料也都是素的啊。那一份呢、啊？好的，要稍微等一下哈，大概3到4分钟就好了。然后你可以六个口味挑三种哦。哎、欸，来吃吃看，其实吃过了，好吃。哎、欸，吃的有铁观音。看起来像巧克力吗？嗯。哎、欸，好，啊，香很重。嗯。然后靠近就闻到，我很喜欢吃那种，就是茶香有点苦苦的那种味道，就是啊，如果你不敢吃那种咖啡还是茶那种一点点味道的话，就不要点这样。然后它的身材不一样，是它咬起来比较有那个嚼劲，对，因为它用的米是不一样的。我先吃一下花生的，你可以吃花生，不是米的，因为好奇嘛，就吃看。嗯，好，有米的味道，可是没那么重，然后吃起来米香更重，因为米加米。哇，这两个口味都很推荐。对，好了，吃一个就是一定要吃的正常味道。嗯，来汤姆。其实就是哎、欸，口感非常的白糖，应该味道差不多，这也是好吃。你其实随便点都好吃。那我们推荐就是这两种新的可以试试看，米雷跟铁观音。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吃的话，你可以白糖试试看，看它原来味道会怎么样。其实它是口感有点不一样，跟那个台南不一样。好，今天就吃到这边，大家拜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这次的影片特别的长，因为我拍了很多食物的制作过程。每次在看各家美食的老板在制作自己的食物时候呢，我都特别的期待，想说试试看把它留在影片里面。如果不喜欢看这么长的话，可以跟着我的时间轴直接跳到下一段去看哦。现在后面这一段呢，你也可以转掉，因为我觉得天气很棒，所以我想要把我今天拍的一些有趣的影片把它留在这个影片后面当做一个记录。再过2个月，淡水又要是阴雨绵绵的日子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哦。先这样子啦，大家拜拜啦。Perfect view by the lake, let's rendezvous.